我叫王凤瑶，我63岁，喺香港出世，香港长大。我最近经常系摇呢一支英国旗。我无论喺之前喺边一度，都有人睇到我系摇呢支英国旗。喺7月1号回归纪念日，我亦都系摇嘅呢支国旗，呢支我由细到大见住嘅英国旗。住呢支英国旗，因为我好想大家要坚持。我点解经常都摇？因为我好感激英国人喺97年之前建立香港嘅核心价值。我好希望香港嘅中年人同埋老年人，佢哋会记得起97之前同97之后两段时间英国人做嘅嘢，同埋中國共產黨要香港人做嘅嘢。黑警打我哋啲年青人，都好似係一個慈母打年青人，想佢哋好，所以打佢哋放催淚彈咁，即係好無恥咯。咁係令到人好憤怒嘅，咁喺呢兩段嘅歷史，喺97年做中間線咧，比起上嚟咧，可以講話咧，真係天淵之別。